好，来继续来到宜兰，这个南洋妈祖文化节顶个月底结束了。有议员来质疑，其他县市的宫庙庙景拢是由民间来主办，这个宜兰却是县政府来主办，阁开到1000万，这已经排斥着其他的宗教活动甲教育的预算了。县议员阁请妈祖的形象来到议会，问县长真侪有关妈祖的问题，也毋过县长林祖苗是一问。三不知某座新桥改坐火车顺安，才拄结束的南洋妈祖文化节，县长林祖苗做为回应文章，县议员林立甲朱芳江的妈祖请来议会，要来考县长到底对妈祖捌偌济？请妈祖来个台湾嘛，吼，这船啊，伊是经过哪一个海域？哪个海域？那请议员来指教。啊，是安那会叫做招应公？县长你知影无？请议员指教。县长唔知影，想要请议长张建炎回答，说谎拒绝。又讲了。场面有淡薄仔歹势，县议员林立质疑，南洋妈祖文化节是县府主办，开1000万，和县府的预算变真少。你根本筹不出多余的经费来做于教育的补助款，包括学校你要办一些活动。如果我刚成熟的时阵呢，那我们就会由民间来办。县长林祖苗强调，是先透过公部门和宫庙挖做伙，这件活动麦当伫咧疫情的时阵带来商机。今年有8万人参加，明年麦继续推动办理。